的，目前记者所在位置是位于南崁的五福宫。走。走就走了，你不要跟了。在每年邯郸爷的生日的时候呢，庙方都会举办宝贵大赛。那一年宝贵多半，那一年宝贵多半。你小心，这次一定要登上180。本节目由台塑石油95+冠名赞助播出。